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之所在，进一步增强自批示，坚定四个自信，做到以隆重庆祝中国跻身写成立40周年，为契机结合五二九会员活动日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。姐姐，太棒了！是先锋群众性宣传活动，开幕不是代村党支部按照疫情防控人员要求，不聚集、不扎堆，加强宣传，引导提升群众个人防护意识要求。今天由开幕不是代村马队代开幕不是代村，将我们给我封号了。上桃园上奔驰的巨马，更难忘桃园上的家。桃园在他们的心里是烈火家人们，融入到哈萨克斯坦民族的生活真的好美呀、啊！哇，太棒了！太棒喽！拜拜。看这个琼库什台有多美啊，很多就说去过很多地方，但是我感觉琼库什台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一个地方，但是湖就是赛里木湖，英姿飒爽，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。两个小宝宝，你们俩谁是老大谁是老二啊？谁是老大？你们俩谁大呀？你大是他大？哇塞，嘿，好玩不？你们会骑马不？听懂我说话了不？能听懂我说话不？能听懂啊？那你会骑马不？骑马会不？骑马，绵羊，大马，看能看到吗？是吧？好看不？来验一个。咱们这会儿咱们学会了，刚才叔叔教你，哎，真棒！哇，那你不听懂汉话了吗？他不是说汉话的吗？真棒！好嘞，谢谢。看看我在什么位置，太棒了！他们都已经穿上盛装，哇！看看，太棒了，哈萨克族，全部都是能歌善舞，主要是骑马，从小孩就会啊。小孩到老人都会，盛装出席啊！马上，这就是哈萨克族雪山上下的，没有不会骑马的啊，全部都会骑。哇，太棒太棒了！看看，这就是我们一起骑着马唱着歌，这就是我们的哈萨克，太棒了。哇塞，看这云多漂亮啊，这边的云美不美？哇塞，好美好美啊，这云。他们骑着马过来了啊，咱们迎接一下啊，他们会跑着过来啊，走，迎接一下。太棒了太棒了。骑着马过来了啊，他们一会儿得跑起来吧。太美了太美了。
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累坏了，把我累坏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真的太棒了，哇！